据意大利晚邮报15号报道，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，该研究所在2019年9月采集的部分居民血液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抗体，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传播时间远早于今年2月。这篇研究论文名为《意外检测到的意大利疫情大流行前新冠病毒抗体》，2020年11月11号已发表在《肿瘤》期刊杂志上。论文中表示，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在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间招募了959名志愿者参与一项肺癌检测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，研究人员对保存的血液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血清检测。结果显示，959份样本中有111份呈阳性。检测呈阳性的血液样本来自意大利13个大区，其中23份为2019年9月采集，27份为10月采集，26份为11月采集，11份为12月采集，另外3份和21份分别在今年1月和2月采集。此外，这111份阳性样本中，还有6份对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呈阳性，其中4份是2019年10月初采集的。